看到一个妹啊，坐在那边。到喽。哎，妹啊，上车吗？今天休息。10月11号回家。今天有休吗？啊，又拍了。哎。要拍啦！已经闻到我们两个已经破十万，已经破十万的钱，都有点坐我的旁边这样子。这是卡套，是不知道啊。他婆婆不是要去顾他姑姑吗？嗨嗨，他婆婆不是要去顾他姑姑？欢迎光临果香。要不然我只能用手拎了。啊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有一份炸酱给荔枝啦。人家不能这么蠢，悲惨。不能让他吃太多。已经过分了。下班。那你多吃点下班，你下次来。来喽。东西全部掉旁边去了。这样，等一下，你两个穿的最好，那插什么意思呢？上面不吉利哦，上面空荡荡。不是这样插的，这样插的好不吉利哦，你不觉得很不吉利吗？啊，没有，因为东西往旁边掉了。漂亮，上面好漂亮哎，上面超，上面超高级的啦。把他东西挖了。他爸生日吗？我提前帮他过啊。我们当这个是蜡烛这样，这没有蜡烛，有蜡烛吗？有蜡烛，可是我们你们这还有一个，我去拿好了。没有，我拿的。哎，这个给你，这个。拿错了。家里小宝宝，家里小宝宝。顾小孩，小孩，小孩很重要。顾小孩，没有办法。刚打给他又不接了。啊，是啊。你在前面，他没有来，无所谓就对了。谢谢。是啊，我吃不了这么多。你要不要吃西黄虾吗？西黄虾吗？西黄的下巴。西黄。就是下巴。录影中断中。继续录啊，没关系。没有，因为有一个人要叫我加奈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他手上停一下。为什么要抽？就是这个害我停止录影。我这个就是这个，这个害我停止录影的，就是抓痒抓痒，就是这个抓痒。直播拍卖正行，全台统计每秒能卖出一件衣服，能卖出一件屁股，能卖出一件。我觉得这是我的，这个是谁的？你不比女生谁？我的车。然后就吃一张黄牌，吃了六张就输了。然后接下来换谁？哎、欸，你不用抽啊，不用抽。不用，黄牌是输的。黄牌是输的。哦，你是小鸡鸡。是啊，是你吧？然后很迎合我的口味。在女友的后车厢发现499，知道吧？所以就是谁？我的猜，这样猜就可以。然后这一张就可以。对，竟然在前男友的后车厢发现抓紧。我知道那个人在。等一下，应该是哪个？这个这个先吗？对。竟在富二代的后车厢发现麻子。
很正常哎、欸，很正常啊。不会啊，这很有遐想啊。发生，我想要选超就只能选什么？我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我来修死我。好，来吧。好。小弟只不过是我表面的工作，我真正的身份是母猪教徒。超脏。快点在骂我自己，知道吗？扫地只不过是我的表面工作，我真正的身份是处男。扫地只不过是我表面的工作，我真正的身份是勃起。这谁的？母猪教徒是谁的？来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笑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勃起，是勃起啊。只有做好被中被中出的人觉悟的人，才有资格。只有做好背连续拉肚子觉悟的人才有资格。有味道类似的。只有做好背一夜情觉悟的人才有资格。快乐。哦，只有就所以这个第一张。我们三个人都一张青色。只有做好背虐杀敌人觉悟的人才有资格。下一部成名的武侠小说，书名是《笑傲双头龙》，而且是双龙头，不是双头龙。双头龙是什么？双龙头。你想什么？双头龙？不关双头龙啊！观众想太认真。武侠小说书名是《笑傲双截棍》，我觉得下一部成名的武侠小说书名是《笑傲》。求死不累，不是我的应该没有那么好猜，因为前面摆的。你不能够让裁判知道你是什么人。对对对，不能说。对，不能说吗？如果猜到，我要立一寸三公尺高的魔珠大球，大出了雕像，这个太弱了。真的吗？三公尺高的大出雕像，好像没有很好哎。三公尺高的长寿多。来来来，那等一下我们手机。他是只有有那种香港，就是香港人，就亚洲啊。